回顾历史啦、啊，啊，刘鸿松他们，这些前辈们啊，吼，啊，有这辛苦，那个啊，做改革过程啊，吼，啊，加咱的一挂事件，才有法度得来今日的自由加民主的进步。所以今日啊，庄明兴有法度，咱汪老师啊，摕着伊这文物来咱应征上工作，来展览，哦，大家来了解，讲较早这个咱的啊民主前辈是安怎拍拼。啊，予咱今日我都得到这尼个大个注意啊！以上。今仔日吼，这本新册的发表以及咱的文物的展览，一个文物就是较早，咱伫1979年开始，一直到2000年渐冻轮回，会使讲是台湾的街头运动上界风起云涌的时代，所以真侪人读个拢会读头巾，啊，这头巾面顶。拢有写着什么运动，什么运动，啊，这会当让大家了解讲，今仔日台湾会当这样民主自由，啊，人权会当得到保障，实在是得来不易。啊，希望讲吼，咱虽然是伫较较都市较无同款的乡村，哦，啊，希望讲咱的所有的民众会当透过这个展览啊来了解咱过去的过程是安尼。啊，当然，咱这个了解过去。啊，咱会当互相和解，啊，然后大家互相团结，为了台湾这个所在来共好。名誉回复证书，就讲过去国家用伊个迄个政治题材的英语，啊，互一挂人坐政治路，啊，坐政治路的人，今次嘛这么久，啊，才有恢复的证书，啊，或者的较早的受到迫害政治观。我感觉这是多多啊，要展览一件非常有意义，这叫做名誉回复证书，啊，署名就是刘鸿松。